但是我绝对不会很给鲜的说哦好痛啊。有人喜欢这样很假鲜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。这是蓄意的行为，公司要你好假，让你去演八点档，我从头到尾还在疼痛当中。我在立法院，不管被林进党打了几十秒，打了几百次啊，被拖走，被怎么样，被攻击，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在立法院攻防，有时候难免有这样的肢体冲突，就自己演起来了。如果吴思瑶委员这么得过的话，以后不要站在那里啊，民进党太强行的出来啊。但基本上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无聊。他自己是施暴者、加害者，从这个动作本身都排定好，可能连台词都已经想好了。这一个暴力的剧本，外加他的口述台词，谁是最佳的立法院的演技天后？民进党太强行了出来啊！那我在发言的过程，我没有想到国民党一群女立委都全部来对我不断的推挤，那也干扰我的发言。我可以理解他们要为王玉明护航，但是他们用这种非常强横的态度跟非常大的肢体动作，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在发言台上只有吴思瑶一位民进党的委员，全部都是国民党的女性立委，从徐巧芯、从王宏威、从李彦秀，到最后来对我整个把我拉扯往后推往墙上一甩的是陈玉珍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对我施以肢体上不应当有的大动作。好，我不要称它为暴力好了，但事实上它是一种肢体的暴力。吴思瑶有大阵的准备训台，那大家都屡劝不听的情况下，我从后面把它抱开，让我们去看，这个排除这个跟议会，那会议可以正常进行哦，来开始报告这个全国人民的会议的案子。很假的，就说什么就是先个人机关说我使用暴力。报告，我们没有使用暴力，我们后面跑到他想要报离开哦。然后呢，不像我是一个可能是在公平局看待多。我觉得哦，立法院开会还是要照正常程序哈，该让谁报告的时候报告。结果我怎么说他先拉你？为了全民，王宏威说他先拉他，叫你要告我，我为了全民排除你的被炸霸占罪行。